分十几秒了，谢谢道理，道理你都懂，送的青玉星，谢谢。人家上上分呀，咱家，咱家再上上分好不好？谢谢梦想如戏送啤酒，谢谢小森无语了，送幸运魔盒，做幸运魔盒没有分呀。谢谢司徒风扇。还有40多秒了，我们家上上分对面，哎呀，快点的，现在已经超过对面了，我在分数，咱家的分数再往上搂一搂。谢谢梦想如戏，谢谢关注，谢谢你们，我们家上上分守住塔，我的天，对面5000多分了，对面5000多分了，我们家上上分呀。谢谢司徒风扇送招财猫，我们在倒计时了，上上飞呀！天哪！谢谢送啤酒，啊，完了！嗯，雄心壮志，佛祖保佑。嗯，不好意思啦，小飞。那个什么呀？你把摄像头都翻过去，然后我挑，行吗？我这个微信加的都是粉丝的，谁都行，没事儿，粉丝也行，宝贝儿，你把摄像头转过去，完我挑。你们，因为我的微信就是主页上的微信。好的，你好，别提那俩字敏感，你就翻过去就行，完我挑啊。行，好的。可能会抽到直播间你们的，那从第一个是吧？对，往下来，慢慢的啊。哎，这个碧海蓝天，来，碧海蓝天给他打。哎，碧海蓝天呢？我刚刚打了，跟他打了。好，放免题啊、哦，放免题啊、哦，一定要非常委，就是我应该怎么说？透出你的意思，你很寂寞，非常寂寞，非常难过。让他一起过来陪我跨年是吧？啊，对，一定要说你寂寞、啊。他是内蒙古的，我的天，他是内蒙古的。展示，来吧。好像不接，不接呀。3、2、1，来换下一个来，我给挂了来。我就挑仨人啊、哦。嗯。再往下。我继续往下翻了，我继续往下翻。啊，对，继续往下翻，对。哎，你好，管理员。给这个陈晨打来，陈晨啊！为什么你刚才他？陈晨，对，给他打。续一下时间。好像都不接，我去。喂。免提。喂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能听见。啊，今天不是跨年吗？然后你，我一个人在跨年，你能陪，你过来陪我跨年吗？寂寞，我很寂寞。我好寂寞。对呀，我在绍兴呢，你能过来吗？寂寞，我特别寂寞，我在这里好寂寞，你能过来陪我跨年吗？你在哪呀？就是我现在在重庆，四川。在四川呀？飞机来，你可以飞机，你可以坐飞机过来呀。但是我没有飞机钱啊，那个坐飞机的钱给你啊。我给你。可以吗？喂，你那个网络不佳呀？考了一下，可以过来吗？可以啊。可
可以。那发那个路费钱，路费钱我过来。你真的过来吗？可以了吧，可以了吧，纯纯色懒，真的，这逼样，你让你快妹还他妈让你拿路费钱，你赶紧删呢，就这揍。那是好揍，你让你快妹说的多明白，我很寂寞，还有跨年，你不给我买东西就算了，你还他妈要我给你拿钱，我也拿，你赶紧火速删呢，真的要飞，你这是什么朋友？这是那个粉丝。行，就是新年快乐。完了，我先走了。完了，他给我打了。完了，我惹事儿了。哎，我刚才也打了一顿，给我打。接吧，你不行，你说我也没钱呢，主要是我就没钱让你来陪我。行，让你请我吃顿煎饼果子。我走了。嗯，好的。好了，肥，哎，好，小肥。完了，他上市了，他一直给我打电话。完了。